正如提后四章七节所启示，正确的基督徒生活是三重的，包括大美好的家，大美好的家，奔跑并跑进赛程，以及守住信仰，奔跑并跑进赛程，以及守住信仰，在新约里心是客观的，也是主观的，客观的信仰是指我们所相信的事物，主观的